女司机 PR。 Johnny Johnny 打个招呼。 Hi, this is mom's first test drive Lexus。 OK, 我们要去干嘛呀 Johnny？去玩水。对，我们要去抱河漂流，昨天又没忍住又买一充气船。哎，我们到抱河的，在卡尔加里地区抱河的上游了。肉肉的你为什么要踩那么重的刹车？你直接掰进去没问题，不会翻车的。肉肉的女司机开车，你们只能忍。就走右边这个岔路口，一直往里开。知道。不有车在掉头吗？他们为什么要去那里面？那里面是哪儿啊？那里面是公园。咱们就为了下水，咱们就去那儿就行，直走。撞死，累。哎呀，我们昨天研究了一天那个抱河这漂流这事儿，就到处找。合着还是得坐公交车回来，靠！算了哈，就是找一轻便的充气的船，对吧？你开车，我带着儿子飘下去，你开车下去接我们。他们那个租那个79块钱，只是负责他用他们的船，他收。他把船收了，我们人还是得靠坐公交车回来取车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前面79块钱，你就跟着这自行车走吧，这自行车惹不起。我知道。对啊，79块钱，我买这破充气船双人的，才49。啊，他那79包含所有的那个安全的那个。哎呀，救生衣之类的是吧？啊，救生衣咱们自己本来就有嘛。玩 paddleboard 的，玩 canoe 的时候，哎呀，玩这个，这可以超了，对面没车了，扶住两个把手，亲爱的，哎，这样就 easy 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帅气，嘿嘿，可以放下了吗？不可以，你得放到水里去。哎，有个人在给我调导航，因为我一会儿可能会丢。女司机第一次开这么好的车呢。哦耶！我们在那个红点那个地方。嗯哼。我们要飘到。我们要飘到，哎，等会儿到，我们要大概要到这儿，大概要到这儿。OK, 行，来。我靠，人家你看人家那船结实，直接往下拖就行，我都不敢往下拖了。飘摇的呢。哎，爸爸，远处的小鸭子逆水行舟，你看那个。哦，他们好厉害呀！你确定哈？感觉船要沉。我开车去接你们啊。拜拜，我
开车去接你们啊。我去，这水流好急呀。爷俩开始了他们的冒险旅程，我去接他们去，开车去。他们爷俩还没到呢，那我等等吧。咦，这有个逆水行舟的 ，Come on！ 完了，又飘回去了。回来啦！把爸爸拉过来，把爸爸拉过来。OK。哈哈，搁浅了，刚在那儿，人有，本来有一对情侣在那一个草窝子里，在那挺开心的。我们搁浅，大爷还过去跟他，那男的满脸，你们要再玩一次吗？可想而知的事。你再拍一次。他们把自己扔水里了，然后就变成这样了。Johnny， 走啦，回家啦。你要穿干净了。